阿弥陀佛，大家好，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今天是第701集的播出，旁边有一只猫很惊讶，这个猫叫皇阿玛。上次有个同门说，哎，上次，哎，这个猫怎么一直保持这个动作啊？这个是网络效果。好，节目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吉祥天女的心咒。这次师母生日的时候，我特别唱了这首歌，哇，大家都还很感动哦。吉祥天女，我们来奉请根本传承大加持。Devis lelas mi, devis lelas mi, devis lelas mi, devis lelas mi。嗡嘛呵舍利耶娑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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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嘛呵舍利耶娑诃。嗡嘛呵舍利耶娑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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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嘛呵舍利耶娑诃。Om Maha Shri Liye Swaha Om Maha Shri Liye Swaha Om Maha Shri Liye Swaha Om Maha Shri Liye Swaha。Devis Lilas Mi Devis Lilas MiDevis lilas mi, Devis lilas mi。Om Maha Shri Liye Swaha, Om Maha Shri Liye Swaha, Om Maha Shri Liye Swaha, Om Maha Shri Liye Swaha。嗡嘛呵舍利耶娑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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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嘛呵舍利耶娑诃。Om Maha Shri Liye Swa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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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ha Shri Liye Swaha。邀请网络的同门来做今天的读书会直播分享。哇，达蒂娜师姐，谢谢你上来哦。大家特别注意这个达蒂娜师姐，如果你们是来自于西马的哦，要来请这个六位防疫粉的，可以跟达蒂娜师姐联络。不过她目前只能在南马西马的部分。等一下会为大家公告哦，那我先来做网络的直播分享哦。嗡嘛呵舍利耶娑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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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嘛呵舍利耶娑诃。嗡嘛呵舍利耶娑诃，嗡嘛呵舍利耶娑诃。
玛哈什利耶娑哈，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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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哈什利耶娑哈。Devisri Lasmi, Devisri Lasmi, Devisri Lasmi. Om Mahashri Yeswaha, Om Mahashri Yeswaha, Om Mahashri Yeswaha.Om Mahashri Yesw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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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Mahashri Yeswaha.Om Mahashri Yeswa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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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hashri Yeswaha.Om Mahashri Yeswaha.Om Mahashri Yeswa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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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hashri Yeswaha.Om Mahashri Yeswaha, Om Mahashri Yeswaha, Om Mahashri Yeswaha, Om Mahashri Yeswaha. 大家好，这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今天是第701集的播出，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了。等一下有几个好消息要跟大家报告哦。我们先看看上面啊，现场哪些同学上来了？哇，边写表格边听直播。好，康师姐你好，哎，还有哎，燕莹师姐，好，达蒂娜啊，丹丹丢 ，Diamond， 徐慧玉，空力亚啊 ，Anna Wong， 谢谢你的分享哦 ，Carlin， 哎。林玉珍，还有王国慧，丹妹妹，Manling， 对不对 ？Conny Yap， 黄新瑞，黄新瑞，你有跟我联络什么事情？你有没有忘记？看一下 Messenger 好，龙昌一，Single Lin， Diamond， 叶佑俊，洪维峰，Joanne Dio，Melotus， 东丽，温丽，陈林珍，林慧晶 ，Diamond，Lisa Lin， 于正红，明天会这个达蒂娜会把这个防瘟疫包寄给西马的同门，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马来西亚西马而已，因为东马怕寄不到，现在有些地方怕寄不到。那你要防疫包的话，跟那个达蒂娜 T A N T I N A 啊，达蒂娜联络，等一下会再跟大家说明哦。殡葬等一下读书会直播完，我们私下联络好了，我想办法看看。好，殡葬啊。Diamond, Amy Lai, May Lotus, Annie Dio, 张素珠 Annie Sam, Cole Lee, 黄新瑞丹丹丢徐月英，还有叶佑俊 Annie Dio, 黄香玲阿 Ben Lin, 叶佑俊
王小慧、罗丽华、英林娟啊、佩文哇、八九帝王蟹老板啊，很多同门都上来了。英林娟的功课，徐月英也上来了，哇，还有谁？我看这个是谁啊 ？Zoom Min Ju 你好，还有 Sally Go， 谢谢你的功课哦。Melotus 啊，黄金瑞，哎，是的，上司，你好像跟我联络什么事情，忘记了，请看一下 Messenger。Kevin Ong、Mabel Yap， 哎，还有这个哎，康峰丽，你好啊，林秀英、邱薇一旦、陈丽珍、Grace Fong， 哎 ，Melotus 啊，啊，日娇俊，军兄卷，对不对 ？Shirley Lin， 哎，好，最近这段记。哦，最近正在好，把可爱的音乐关掉。好，最近正在寄这个防瘟疫包，不过是台湾地区哦。目前我的数量有限了，先寄给这个新闻台的干部们。嘿，还有，而且呢，一定要那个这个，还有诶，有几位常常在赞助我们真佛天空新闻台的，先以他们的为主，因为的数量还是有限哈、哦。那个其实呢，诶，哦。对哦，对，你要结缘的，你们要记住哦，哈、哦，好，阵风也上来了，嘿，那就是说，我已经这一两天就要寄出去了，所以你们动作要快哦，也欢迎大家赞助新闻台的，那个那个谁啊 ，Diamond 哈，单居 John， 嘿，你好，那还有什么重大的新闻跟大家报告？上一集哈、哦，上一集的同学们的留言，甘风丽说，那个。因为讲到指引一条明路的最后一篇，有位师兄他家的店着火了，然后，但是呢，他在虚空中赶快祈请师尊加持，师尊在遥远的闭关的地方，也是为他的这个屋子做结界而免除火灾之难的故事。Lotus Man， 感恩师尊写那么好的书哇！700恭喜哦，对，昨天上个礼拜五是第700集，今天是701集。好，非常感谢大家的长期的赞助哈、哦。好 ，Lisa Jen 啊，凶黄药性强毒哦。为什么这次的这个寄这个避瘟疫服哦，避瘟疫的药粉哦这么麻烦？嘿，因为里面还有凶黄，有些国家是没办法进的。你进来，你会被那个国家的海关拦截，所以无法寄国际的。嘿，所以呢，变成说要寄国内的，好、哦，对不对？所以。连那个丹蒂娜他说他怕东马还寄不到，也会这样。好，那个谁哇，这个留言很长。Rachel Jean讲到的这个师尊很慈悲哦，对，师尊很慈悲。这次的药材里面有雄黄，有的弟子买不到，那五味药也可以啊，像蛇床子啊炙附子啊桂心甘草远志。只要这五样也可以、哦、把它用成粉，而且要等量哦。你若每一样都是一两，你就全部都一两、哦、不要个一两、两两、三两、哦、全部 的量都要相等的，这个是要注意的一个面观令哦。哇，恭贺700集啊、这个是上一集同门的留言了，还有什么？哇啊，叶素兰啊，还有谁 ？Lisa Lin， Sam Jew， 还有这个 John King John。Richard Jean 啊 ，Ashley 哦，同门贴来功课，王国慧是哈 ，John Yate 你好，好，谢谢你们嘿。如果有漏掉念你们的名字的，同等的欢迎大家。然后呢，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马来西亚那个丹蒂娜你是在吉隆坡的对不对？我们的丹蒂娜师姐 TANTINA 哈，请看我的另外一个脸书贴出来，她的 Facebook。他呢是马来西亚应该是吉隆坡的同门，他那个就是说要赞助我们真我天空新闻台，凡是在马来西亚西部的西马的同门，你们可以用 Messenger 跟他联络，然后呢他会寄这个什么，寄那个防疫六味防疫粉，你是五味还是六味？六种的还是五种的？反正防疫粉呢要寄给大家。欢迎大家跟丹蒂娜联络，她现在在线上，有没有 TANTINA？ 她的 logo 是有一朵白色的莲花。那位师姐，你用 Messenger 私下跟她联络，联络了附上你的名字啊、你的电话啊、你的地址，好、或者邮地区号都要写得很清楚，她就会寄给你这个嘿
啊，不过你借给人家，你的也是六位哦，你也是要给人家邮费啊，对不对？这个是一个礼貌啊，哦，那个就是，大家互相交流嘛，对不对啊？这个就是胆蒂娜的，那他好像是这个活动直到今天的晚上11点，哎，所以呢，你们读书会直播完之后还有半个小时，赶快冲过去哦，到晚上11点截止，你赶快用 Messenger 跟胆蒂娜师姐联络哦，说你要这个瘟疫的防疫粉，六味防疫粉，如果要五味的要等，当然要六味的啦，不过哦。啊，这包很香嘿！如果没有的话，赶快跟达蒂娜啊，是指西马的同门哦。好，香云你好，天元哦也是医保的同门对不对？优美赖冬梅啊，廖金蝉师姐，丹 Wendy 猫为什么嘴巴开开的？这个这个就是那个FB 的效果。好，这个是谢谢达蒂娜师姐啊。详细情况，请大家看啊，我的另外一个脸书有公告出来哦，嘿，然后呢，也有人讲到什么，说那个，有一个人他的这个，这个是网络的私人信息啊，说他是在美国的纽约警察局那边打过来，说要注意哦，有一些邮筒，像美国那边，我现在那个疫情非常的严重。嘿，好像出动了国民兵哦，也听说有三大洲最严重的三个州哦，出动了国民兵。为什么出动国民兵啊？那因为新闻报道了，说美国的年轻人或者欧美的人年轻人还很嗨，你放假了，他把它当做是好像寒假、暑假这样子放假，还在海边玩，还在公园聚集，还在这个开 party 哦，年轻人都是想玩乐的，可是他忽略到这个疫情是千万不能够人跟人团聚的哦。那所以呢，这个所以会出动这个国民兵，可能要来维持这个秩序，叫大家不要这个群聚啊，这是一个为人民保障的。然后呢，一些邮筒啊，就是那个寄信的信箱邮筒，还有那个叫做什么东西。有的是邮筒，有的哦，加油站的那个把，很多人摸的，我就还有钱，对不对？或者公众的东西，反正你就是常常洗手，如果你被人家碰过的东西，你还是要勤洗手、勤消毒，这个是他们那个讯息上贴出来的。还有哇，今天在台湾的时间。早上，师尊开示了祁隆白财神，哇！祁隆白财神里面竟然也有防瘟疫法，怎么防瘟疫呢？原来祁隆白财神，白财神他最喜欢消疫，对不对？最喜欢洗澡，然后呢，他的沐浴水，你如果修这个法，他沐浴水可以弹你的家，也可以解决防瘟疫，甚至说啊，这个沾一点在这个舌头可以预防感冒。不过呢，这个虽然生活中有这些防瘟疫的方法，你自己也是要千万要避免到人潮聚集的地方，莫超级市场人很多的地方。你不要说啊，我防瘟疫了，我就跑去看电影或跑去巴萨，跑去哪里？我觉得这个呢是你在跟你自己开玩笑，嘿，外面好像打雷，嘿嘿，哦。好像在自己跟自己开玩笑，千万这个只是帮你预防的，但是你自己也是要注意，也是要非常的小心。反正今天师尊开示哦，那个祁隆白财神的沐浴水本身也可以加持你防瘟疫。然后师尊有讲一句话哦，他说那个护摩的灰啊，这个自己呢修法的那个护摩灰，你若修了，然后有法流下降，很强的灵力，那护摩灰都可以结界，所以依此类推哦，你每次修法很精进的，你每次修法觉受到法流下降了，那你这个坛城的一些清净的法水啊、香脚这些，也是可以有多少有点结界的功用，也是会帮助你的，大家可以依此类推，但是你一定要修法。很精进，然后有法流下降的那个效果才会强。那虽然说我们有正逢秘法，
根本传承来加持哈。但是呢，大家还是要配合政府当地的命令，配合当地政令，勤洗手，嘿，然后呢，那个多多待在家里啊，那个如果你的公司是说要这个，在家里上班的哦，你就不要出去，反正多多待在家里，不要出去，嘿，要配合政令哈。然后呢，讲到什么？哇，外面在下大雨诶，哇，好，那个什么，台湾的新闻讲到硕果升级，哎，哦，现在外面在下大雨大雷，哦，希望不要影响直播，哎，好，那个明天起，就是，禁旅客来台转机的新闻哦，台湾呢已经政府有规定哈，为了这个瘟疫的疫情，对不对？台湾最近哦都是二位数的，20几位，哇，哦，那都是好像欧美过来，然后有的就是留学生啦，他们那边的呢，赶快回来避难，对不对？那因为那边，这个都是自己的同胞嘛，对不对？那进来，但是有的就是会感染啊，所以呢，这个台湾的疫情它会增加，大部分都是从外面来的，所以台湾政府最近规定，这个转机哈，你这个要去澳洲转机台湾，或者说美国转机台湾，现在转机的也没办法转机到台湾的，台湾政府已经有下令有规定了。好，那还有这个谁？有一个新闻很特别的哦，他说那个，第一个疫情是从哪里来，对不对？大家都说是武汉肺炎，真的是第一个疫情是从武汉的嘛？有的新闻讲说，美国的军人来到中国，感染的，那新闻讲的啦，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最近有个新闻是讲到意大利在11月、12月也出现了第一起病例，所以呢。我就觉得谁也不要谁怪谁呀、啊，都是这个疫情呢，大家应该要互相扶持、互相帮忙哦，不是怪谁是第一个，因为，没有人愿意中这个病嘛，对不对？那你中了这个病，大家互相扶持、互相帮忙，让这个疫情减到最低，这个才是最好的。哇，有个新冠肺炎的那个诗你们有没有听过？新冠肺炎何时了？患者知多少？昨夜又被风故里，不堪回首月明中。酒精口罩应犹在，只是不好买。那个，问君还有几多愁？最怕确诊被扣留。这个是以前的这个中国的诗，被人家改成那个瘟疫的诗。还有这个什么，那个台湾的新闻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他说，从国外进来到台湾，对不对？在机场全副武装，原来他坐飞机，连在飞机上都不敢用餐，也不敢上厕所，全部都是防护衣、防护镜、护目镜。这次有人给我买一个护目镜哦，坐飞机的时候，哇，这个如果下一次呢，我大概6、7月回到西雅图。戴个护目镜，再戴个口罩啊，全部武装。他人是全部身体都防护衣，到机场也是全部都防护衣的哦，全副武装。那个，我之前有贴出来的哦，就是说，你们那边像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你们那边的医疗费用贵不贵？那刚好有一个人做一个比较哈，像这个是什么？像台湾的哦，新冠病毒筛检，你们要多少钱？我前一阵子有去这个去诊所，结果诊所说，你那个回来，因为我是3月10号从美国回来，哇，他们就吓死了，叫我去医院。我那时候只是因为台湾空气潮湿哦，那个霉菌，所以鼻子有敏感，哇，他们就吓得要死，结果没事啊，我都。这段期间也没有发烧，也没咳嗽，但是他还是会叫你去医院，好，大医院检查嘛，对不对？也没有事。那我看到旁边有个筛检那个新冠肺炎的机器，我问说我们台湾人要筛检这个新冠肺炎，
要多少钱？他们说免费。原来我们台湾有健保，美国呢筛检一次哈、哦，35.91到50多块美金哦，只是筛检了。哎，之前还更贵，还1000美金哦。之前的新闻还报道，还有呢，那个什么，派指定送救护车的，对不对？哦，得了新冠肺炎，指定用派车、检疫车来把你送到医院的那个车费要多少？台湾是免费，美国是多少？车资哇，300多到400多美金，美金哦。还有负压隔离病房，中了新冠肺炎，嘿，要住的那个病房多少钱？台湾免费，美国多少钱？嘿，400到2000元美金，而且是一天，嘿。2000美金是1天6万台币，1天6万台币的。还有呢，负压隔离病房如果用完了要升等，嘿，也是400到2000美金一天。台湾是免费，重症病患住的加护病房，嘿，台湾是免费。那美国呢是4000到2万美金，2万等于1天要60万台币啊！所以呢，我是告诉大家，你们那个如果出国旅游，对不对？你们去那，要做一下医疗保险的，旅游的医疗保险。在这个新闻的意思背后的意义，就是说这个国外的医疗非常的贵。我不知道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怎么样，嘿，那就是说国外的旅游保险，你们一定要一定要注意，尤其是欧美的。我这次看到那个哇，那个欧美的那个医护人员都不够用，甚至用聘请到什么？聘请到已经退休的医护人员要回来了。有个国家甚至说他们以前特别删减医护人员，所以这次其实要用的时候，哇，用不到人。有的呢口罩也没有准备，有的国家口罩不够用，明明有几亿的人要用，结果只有几千万份而已，或者2、3千万份，根本就不够大家用的。所以呢，你们的地区能够得到口罩，真的是，像台湾地区呢，都得到口罩，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啊。但听他说，今天一直接不到华语直播，差不多要完的时候才想起来是英语首播哦，原来是你看到英语的啊。好，罗文伟你好，Richard Jun。上次如果在新加坡买六位，要跟同门结缘是，但是谁可以修法？那你就寄给同门，那他们自己要修的话，自己去想办法了。哦，对，丹蒂娜的那个六位粉哈、哦，是有给师尊加持过，有给上师修法加持过。嘿，大家可以，什么读书会直播外面在打雷，聚会六还有许慧玉哦，最近跟子女都有修上师现在版跟真佛经哦。甘柏林说：“哇，纽约封城了，同学说出动国民警卫军巡视，街上没有人，汽车更少，就是因为很多年轻人哦，还聚在那个什么酒吧、餐厅，还在欢乐，有的在公园，像法国的，还有那个日本的，还樱花季还去看樱花的，这些人都是，而且都没戴口罩的，这都是防疫漏洞，嘿。”好，莲花天园哦，时常都过第二天才来真火天空新闻台直播，哇，谢谢你今天上来哦，都马同们需要的话，需要给你一点时间哈、哦，好，谢谢丹尼丹丁娜哦，马吉尼玛艾圈艾圈俊啊，罗威廉问你好啊、哦，丹丁娜也在担心美国的家人嘿，好，还有谁？Karen Ong 徐玉桥哦，啊，那个不叫六味散啊、哦。哦，你不要去中药房，那个是有6种，对不对？远志啊，然后蛇床子，甘草，哦，那桂心，对不对？还有，一样忘记了，刚刚念出来，好、哦，雄黄，对不对？好、哦，有6种，不是六味散哈、哦。好，有个随喜生活中，新闻台哦，对，欢迎大家，随喜，好。Jello，尤美赖啊，徐乔啊，俊雄，六位药粉捞在一起是红黄色，要救瘟疫，杜姆的肤色，好哇，好，陈香鱼你好，天元，哇，还有谁？因为同门上来的很多，没办法一一的念哦。以心亮亮，好，谢谢你哦，大家居家隔离，对哈、哦，我们有同门，有法师，那个好像最近才从西雅图回来的，一回来马上就要隔离14天，
哎，连出门都不行，去买东西也不行，哎，可能要这个地方的里长，才能够帮他买啊，非常的不方便，啊，等等丢，就是拎蛋，所以呢，我赶在那个那个台湾的宣布要隔离之前，赶快回来，好，林子莹 Sky Min 哎，邱轩旭对不对？秀英助教哎，哇，好。新加坡不能寄哦，哎，不能寄六味粉，雄黄不能寄，嘿，就是这个样子啊，不能寄。好啊，莲花天元，吴宏成，嘿，哦，吴宏成，哦，哎，你已经打定那了哦，那你们赶快去 PN 打定那哦。好，UN6，嘿，好，在西马的。好，那今天呢，跟大家介绍，南山雅舍的笔记呀、啊。啊，师尊的新书哇，这个是在西雅图给师尊签名的，嘿，师尊的新书。所以今天早上呢，看到我们师尊呢、哦、在西雅图，他讲，他说第一次参加法会，椅子很多，第一次啊主持法会，椅子很多，他自己也觉得很想笑，但是没有办法，这是为了安全啊。我们非常的感谢师尊哦。能够说在这个疫情还很多的时候，还很严重的时候，仍然愿意为众生来做网络直播，辛苦师尊了，我们非常的感谢师尊。哎，我们先来唱请佛住世哦，来唱南无华光自在佛，祈请根本传承，常住世间，常转法轮，哎，祈请根本传承大加持。南无华光自在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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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华光自在佛。非常的感谢师尊哦，在这个疫情严峻的时候，还是一直在教导我们如何避开瘟疫的方法，还在为大家做网络的直播。即使前面已经大家不能够群聚在一起来护持师尊，可是我们大家护持跟想念你的心是一样的啊，一样热情不减的。我们在这里祝我们的师尊，愿师尊常住世间，常转法轮，无住涅槃。谢谢师尊，感恩你。好，那这个《南山雅舍笔记》哦，师尊最新出版的书那个讲到呢，由有变成没有，什么东西是从有变成没有？哎，最好的东西，哎，最好的消息什么东西是？有变成没有，哎，是最好的消息，就是癌症、癌瘤，对不对？哇！所以呢，师尊呢，在这个有变成无的这个文章讲到呢，有一个叫成莲花成丽，尔东成美丽的丽啊，莲花成丽的师姐，她是来自于印尼苏拉巴亚，就是泗水我们印尼泗水有个光明雷藏寺啊。那这位师姐今年是45岁，那她在2个月前，在她的左边的耳朵突然发现长了一个瘤，1公分的瘤，小球这样子，而且硬硬的，她心里很害怕，嘿，就去给医生检查，对不对？那这么重的师尊讲，有病一定要先看医生
那有人有病就是吃中药，自己乱开药、乱吃药，哎，我告诉你，因果自负了。有病一定要先看医生，嘿，所以这个人给医生看了，医生说什么样，一定要开刀，对不对？要去化验这个肿瘤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那这个弟子呢，非常的担心，医生又对于这个弟子讲，哇，你的父母都有淋巴癌，你有遗传，恐怕这个呢会遗传到不好的。哇，陈丽啊，更加的担心了。哇，那他很担心，心里很乱哦，那吓到这个睡不着，对不对？你说，哎，癌症不是就很快就走了吗？哎，这个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癌症哦？那个喉咙的癌症，这边呢烂了一个洞，那个哎肿起来像什么一个甜甜圈这样。厚厚的红色的、血红色的一圈，是不是非常的可怕，对不对？哇，所以你说癌症慢慢烂，身体慢慢烂掉，癌细胞把你的身体的肉慢慢吃掉，把你的骨头慢慢吃掉，那个呢，心里面是非常的担心，非常的恐惧。可是这个弟子就将这个事情告诉了哇，印尼啊万雅老，我们有个须弥雷藏寺的一龙讲师。还有城南助教，你知道城南助教是谁呢？我每次师尊一进场，有没有？诶，唱那个《嗡咕噜连声悉地吽》那个音乐，印尼版的上师心咒，对不对？嗡啊吽咕噜呗啊呵萨萨玛哈连声悉地吽，我现在好像唱不大起来。嗡咕噜连声悉地吽，嗡咕噜连声悉地吽，有没有那个？好，那就是印尼版的《上师行咒》的曲子作者就是城南助教。那个同门呢，就问了城南助教跟一龙讲师，结果他们就安排，鼓励这个陈立去怎么见师尊，祈求师尊加持跟请示要不要开刀。然后呢？那时候，他们就赶在师尊在彩虹雷藏寺的午餐之后呢，给大家摩顶哦。师尊呢，这个摩顶很多次在午餐之后，在彩虹雷藏寺午餐之后吃完饭给大家摩顶，然后呢，主持护摩完，大家灌顶了，又给大家摩顶，然后呢，表演节目接下来大家就是护摩完了嘛，在大厅表演节目完，要离开之前又给大家摩顶。我觉得师尊对弟子真的很棒，很好。你看哪有师父哦，对弟子那么的亲近，而且摩顶不厌其烦，摩那个手会酸呢，对不对？那反正这个弟子呢，就是呢在午餐的时候，就是给师尊这样子的摩顶，哇，这样加持了，然后呢。摩顶之后呢，他就马上请一龙讲师协下这个问事的，对不对？西雅图人比较少嘛，那弟子有病业的，就求师尊看可不可以给他问事啊？那怪这个肿瘤需不需要开刀？结果呢，这个要这个填的时候呢，一龙讲师看，哎，你那个肿瘤不是不见了，才摩顶完，哎，居然肿瘤不见了，1公分的肿瘤居然不见了，而且他手摸一摸，哎，真的不见了，既然不见了，还要问事吗？就不需要了，哎，因为这个是两个月长起来的肿瘤，这个一摸就不见了。他除了感恩，他非常的感动，他谢谢师尊给他这个这么大的加持，所以他写一封信哦。这封信是在2019年，去年的10月23号，他写给师尊的信，无限的感激，无限的感恩。那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得到这样这么殊胜的加持呢？所以呢，什么叫做有变成无是好的，就是有肿瘤，对不对？哦，有肿瘤，然后那个有变成无，那这个例子不只是他一位，像年满上师的侄子也是头部有肿瘤，那参加那个师尊有一年对不对？四教在香港体育馆的，是不是红磡体育馆？反正大体育馆的四教红黄白花四教的法会，然后那个年满上师的侄子本来有这个。头上有个肿瘤，这个法会完之后，哎，那肿瘤不见了，对不对？还有那个伊丽莎白是来自于那个雅加达的，印尼雅加达的有位叫
伊丽莎白世界，包括那个瑶池金母，她画了一个年轻16岁的瑶池金母来供养师尊的，师尊很喜欢的。这位师姐头呢，脑部有脑瘤，然后要给师尊问事，师尊呢叫她去求金母，然后呢，也是好像就是梦到师尊把她那个瘤也拿掉了，那所以呢，这个还有一位这个洪龙先生，洪水的洪。基隆的隆，吉隆坡的隆，然后呢，他就是没有皈依的，然后车子他搭巴士，然后经过什么，师尊在主持大梵化王法会，的现场，那时候是在台湾台北的中正纪念堂，他没有皈依，只是搭巴士过去而已，哇，居然全身发热，喉部的大肿瘤一下子就不见了。那个手背的肿瘤，还有莲花香江也是手背的肿瘤不见了，所以师尊呢画这个肿瘤的奇迹感应很多。好，那个莲花成立它为什么能够这个肿瘤为什么会能够化解呢？他说他有三件事情，他实修三件事，第一修根本上师的教法，一天3次，他一天修3坛法。第二个利益有情，身体力行，常常做布施，常常帮助众生，对不对？像达蒂娜，你常常帮助众生，对不对？你也会有好的福分哦，身体力行，所以呢，不要什么东西都手很紧，对不对？要常常去布施，要常常去那个发愿啊，发心给帮助众生。好，第三个呢，他布施珍贵的供养给根本上师他是拿最好的来供养师尊，他实修这三件事情，对不对？一个是自己很精进修行，一个是精进的做慈善，一个是呢以最好的来供养师尊，这三件事情，所以这是乐师三要喜悦的乐，师父的师，乐师三要，三个重要的要点，乐师三要啊，所以师尊最后讲，完全趋入法界，能行一切神通力。师尊呢，最后要得到佛菩萨的加持，那你自己有没有努力去做，对不对？你是一个值得加持的人吗？你这个有病呢，你去求哇，大家拼命回向，大家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你自己对师父的这个一皈依的尽性有没有很尽性，对不对？清净的净，相信的信，你是那个撒钱，请这个医生请大家给你回向，可是你有没有去求最根本的你的师父来帮你？你有没有真心的来供养师父？你是不是以你的师父为主，对不对？这个都是你能够化解灾厄的一个很重要的心药。好，在这里跟大家讲，这是第一篇的《南山雅舍》南山雅舍笔记的第一篇。好，序文不算的话，这第一篇。还有呢，还要跟大家讲，我还有拿到一本《荒诞奇谈》，讲阿飘的故事。这个呢，也是给师尊签名的，因为呢，给师尊签名之后，这个书你们才可以看到。师尊的签名表示有师尊的加持，好，看看哪些同门留言了哇，这个谁哇啊、那个林哦，你们在聊天的我就不念了好，哈辛够已经啊，但化往金刚法会听说有很多类似的故事，对哦，好。那再来还有谁？张素珠的功课啊，Lisa Jane 啊，多晒太阳，增加免疫力。好，任觉俊啊，这个讲到我刚刚写的故事哦，谢谢你。好啊，Michelle Lee 啊，薛雅芳啊，Lee I Lee 啊，丹蒂娜，谢谢你的发心啊，莲花美慧啊，莲花一绽，好，谢谢你的功课，还有天元对不对？Jason 富山你好，好，面光令，丹丹调红微风。勾阿 Q 对不对？感恩师尊加持弟子能够从澳洲回来，飞回到马来西亚，哇，真的是，好，那回到家就不要乱跑了哈。好，周金明UN6，还有许慧玉，Jasmine Chin 对不对？薛雅芳还有黄玉仙读书会，好，然后呢王丽玉还有 Coley Lee 郑明达。
李佩桦啊，陈丽珍，嘿，那因为名字很多，我们就跳过去了。好，那下一篇呢，跟大家介绍什么？那个《荒诞奇谈》好兄弟阿飘，台湾人呢，称这些阿飘为好兄弟，哎，那是不是那些阿飘都是不好的呢？其实还是有一些是很好的，而且很讲义气的，只是师尊讲说，不要像叉叉一样去供那些，去养那些。有所求，嘿，你对他们是无所求的，哎，那师尊先举一个例子，讲一个故事哦。他说呢，有一个人，哎，他说是听他母亲讲的啦。他说有一个人姓苏，江苏的苏，对不对？他喜欢打麻将，那每次都输，因为他姓苏，江苏的苏哦。然后，哎，他有一天突发奇想，每次呢，哎，在打麻将之前。他就准备一桌很好吃的菜，很丰盛的酒菜，来供养虚空中的阿飘，跟他讲，祈求他帮忙他，能够每次赌博都能够赢，他居然会用这样。我其实我在讲这篇文章，我不鼓励大家做这样，因为请阿飘容易送阿飘难，我是不鼓励大家。那这个只是一个传说的故事，是不是写给大家看的？他呢，这样子供奉了这些阿飘之后呢，果然他每一次打麻将、听牌、自摸，哇，清一色，反正怎么样打、怎么样中、怎么样赢啊，赢得非常的厉害，哇！他说呢，他在打这个麻将的时候会听到什么？他在献供养的时候会有一种身体会有麻麻的感觉，其实那是阴气过来，好，然后呢，他就在打麻将的时候呢，他会听到很细小的声音，告诉他等一下的牌应该怎么打，所以他在打麻将如鱼得水。可是有一阵子呢，他在打麻将呢，或者在供养这些阿飘呢，居然没有这种感觉，而且也听不到声音了。好，再过一阵子，所以他又输得很惨，又重新又回到输得很惨的境界，他觉得很奇怪。然后呢，有一次他就在供养的时候呢，他那个感觉回来，他就说：“好兄弟啊，你怎么好久没来帮我啊？”结果那好兄弟跟他讲什么：“你这个人，为了遗产，为了财产，去告自己的父母，去告自己的亲兄弟，你最亲的人都不放过。”你怎么会有好兄弟？所以我们决定不帮你。好，就是这个故事啊，虽然很短。第一个呢，我比较不赞成大家去买东西去，你要去供养，你是无所求的。比如说农历7月15，盂兰盆会啊，你是用尊敬的心、恭敬的心去供养，这些众生，你是无所求的。我佛教有施食。一定要心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一定要是无所求的。你不要像叉叉一样，哇，很多，然后就去求这个求那个，你求了他给你以后呢，他赖着不走，赖着不走，你每天身体都跟着这些阴气，身体都是有阴气，你就算你自己没有去冲犯，可是你也会冲犯到你的家人。所以呢，这些阿飘你。功力不够的，或者你心态不正确的，你根本就不要去求他们。你只能说用恭敬的心，常常去回向，回向他们一起成佛，往生净土，不要执着人世间啊，赶快往生净土，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第二个呢，这个为了自己的亲人去争夺财产，这个也是太不近人情啊。自己的亲人，有给我们养育之恩，有教导之恩，有给我们在成长的时候给我们帮助的种种的恩典，结果为了这个跟亲人打官司，这个是实在是恩将图报，所以人不能够不义，不能够这个恩将这个，哎，这个恩将图报是，对不对？不能够。人家对你有恩，然后你这个没有报恩，还反而去这个阻碍他们，阻碍你的亲人，这个就是很不好的，所以呢，
只要行不义，嘿，鬼神就会离开。那鬼神离开，善神离开，财神离开，冤鬼、穷鬼、恶鬼就过来了。所以呢，多行不义必自毙，就是这样子。嘿，你不要看哇，那些人受灾难好可怜，可是呢，你们是看他的果，我们是看他的前因。嘿，所以呢，我不会，我最近跟一个同门讲，我不会被那个新闻导向哪里，我会看很多事情它的前因后果。哦，凡事都是有因果的，不会说啊，看到哇，他现在都很可怜，是这样。当然，受到业报的当下是很可怜，我们还是说祈请师尊来给他加持回向。但是从这当中，你也要知道说他的前面的因果是怎么样，前面的因缘是怎么样。如果没有这些因缘，怎么会产生这种后果？所以呢，慈悲也要加上智慧，嘿，去判断哦。然后，不要被媒体带风向，媒体讲什么就听什么，有时候要用智慧去判断，这是跟大家分享的。好，还有什么呢？哇，很多同门留言了，好，Lisa 卷啊，做的事情要无所求，心中供养是恭敬的哦。好，很久以前台湾流行六合彩，很多人也跑去阴庙跟一些祖灵的庙去求，嘿，这个都很不好的哦。Edwin Lin 哦，你去跟那个阴神求哦，回去沾阴气呀。有时候会冲犯到家里的人哦，Debbie C，Debbie C，哇，还有这个谁哇啊，这个 Ashnew，好，Diamond 的功课就是力好，许慧印尼版上师心咒很好听，开车的时候常常听，对不对？那个城南主教用的做的曲子，中悟啊，还有上师现在读的文集是第几号？找看看这个呢，最新的是第276集《南山雅舍笔记276》，那个这本也很好看，对不对？好，《荒诞奇谈》是第243册，243册。好，那这个还有谁？哇，徐玉桥的啊，头顶也有一个小瘤哦。好，那所以呢，有病业的还是要去忏悔，真心的忏悔。真心的实修，真心的供养，希望有一天有这个奇迹出现。Jennifer Wei 好，还有这个林子莹的功课，对不对？江夏影星，哇，影星助教你好，耳朵的瘤消失了，对不对？好，薛志聪你好，因为呢，今天留言的同门还是很多，哇，已经156位了哦。那个还有个肖旧，对不对？好，做人不能忘恩负义，对，不能够忘恩负义。你忘恩负义的话，鬼神都不会帮你。好，那护法都会跑掉，就是这样子。好，那这个今天的读书会直播就差不多到这里了。节目最后，我们跟着伟大的师尊一起来唱《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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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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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非常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读书会，哇，今天很热闹，
对，那在疫情严峻的这个时间呢，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哦，注意自己的那个防疫啊，那大家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加油啊。今天呢，介绍了两本书《南山雅舍笔记》，那讲到说由有而变成无，这个师姐是本身有耳朵的理由。结果呢，去这个山庄啊，给师尊护摩，一家子居然留不见了。原来这师姐平常都在实修，都在行善，都在供养布施，尤其特别供养的师尊。那下面呢，这个是《荒诞奇谈》啊，师尊以前的旧书，讲到说这个人呢，为了赌博去供养这个阿飘，那自己呢？又行了不义啊，恩将仇报，对自己的父母、至亲都还要告，所以鬼神离开他，让他更加的倒霉啊。所以呢，这个还是要努力的工作，你该做的还是要工作。投机取巧的用赌博来投机取巧，其实是最不可取的。又供养这个鬼神，然后有所求。哎，为什么不去供佛，好好的修行，好好的修行啊？所以在一开始的缘分就不是很好的，又被鬼神瞧不起，所以这个人就是终将得到这种业报了。啊，所以这个两个文章都是给我们很好的警醒哦，一个是行善的，一个是自己咎由自取的。哎，谢谢师尊在疫情严峻的时候还继续的为我们开示。教我们免疫的方法，免除瘟疫的方法。谢谢师尊，给师尊救命。爱斯特鲁亚比布里布里，我们的读书会直播好多人留言了，谢谢你们。如果来不及念你们的名字，同等的欢迎你们。真的好想把你们的名字都念完，但是已经念不完了。谢谢你们，同等的欢迎你们哦。明天晚上9:30，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我们空中再会。那马来西亚西马的同门，如果你要避瘟疫的，防瘟疫的粉，请跟丹蒂娜 TANTINA 联络，用 Messenger 跟他联络，在我的另外一个脸书贴出来哦。大家再见，欢迎大家按赞、转贴、分享，拜拜。